网红钟明轩呛辣感言的个性让他深受许多网友的喜爱，近日频繁踏出舒适圈的他飞往各地旅游，大方将经验在社群上与大家分享。然而近日独自前往柬埔寨的他坦言确实有受到诈骗新闻的影响，但他也因此更好奇地说，越危险的地方我越想去。而实际走访当地后，他也拍摄影片和大家分享心情。首先他对于入住饭店、料理、知名古迹系列行程都相当满意，呼吁台湾人真的可以到柬埔寨旅游，更说到居民的态度都很友善，如果是主动来这边观光，真的没有人会对你怎么样。接着让网友们看完影片后纷纷表示佩服明轩的勇气，还是要小心哦。感谢你帮大家了解柬埔寨。Bye.